白麝香正康喷香奈儿 Tom Ford 纯净性感。香氛界从不跟白麝香说 no， 包括香奈儿、Tom Ford、娇兰和美国香水品牌 Alyssa Ashley， 通通都用它来当香氛主轴。香奈儿新登场的 The Exclusive 精品香水1957，不仅融合八种白麝香，也紧扣品牌历史渊源。19为香奈儿女士的诞生日期，57则代表香奈儿位于纽约57街的精品店。而香奈儿的 Chance 系列则有新成员粉红甜蜜香水，它也在茉莉原精与玫瑰花香调中添加醇厚白麝香，多了一丝性感。但说到白麝香，就得提到它。Tom Ford 常卖私人调香系列经典白麝香，推出全白包装，产自意大利威尼斯的清透手工玻璃瓶，代表女人的纯粹性感，更推出 Max Pure 白麝香限定版。至于香氛名家娇兰，今年在台推出帝王香水帝王封印喷雾瓶，100ml设计方便携带，橙花的甜美，柑橘的清爽，再搭上白麝香画龙点睛。美国品牌 Alyssa Ashley 的白麝香女性淡香则展现叛逆灵魂。时尚动新闻，粉粉是不是都想来一瓶呢？报道。